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讲嘅说话加压力俾你咧，其实我系生唔好做，系嘛？但呢点你发觉喺外邦系疯狂嘅个老板，不断加压力俾下面嗰啲人啦，一然后佢发觉自己好似 Steve Jobs 咁早死啊！有头痛啊，有 cancer 啊，有胃病啊，有食啊，佢加压力俾你啫嘛，点解佢会胃病咧？唔系你胃病咩？应该明唔明啊？佢哋杀咗啲唔好嗰种咯，人中系乜嘢收嘅系乜嘢咯？佢哋会奇怪噶，但系唔使奇怪，佢等死啦咁样。因为好多人就为咗自私咧，做埋啲咁嘅嘢啊。咁所以你会睇到，原来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咧，有好多你自己嘅问题就 keep 系自己嘅问题。明明你发觉冇人帮到你，你咪 keep 翻系自己嘅问题咯。明明啊，你讲出去多人帮你忧，咁系啊。以外邦人嚟讲，系个心好过啲，但系你为咗将来埋下一个乜嘢嘅种子，你为你嘅将来埋下一个乜嘢嘅炸弹啊？系咪？所以你会睇到有阵时喺教会当中好多病啊，或者好多问题，佢初信嘅时候我会为佢祈祷，但佢年老嘅时候开始有事咧，我都知道我唔可以为佢祈祷。因为那些是他们自己明明听得真理，明明有个榜样在这里，那些为自己埋下将来重病啊，或者是忧虑啊，或者压力啊，很多这些的种子，然后就不断还要将这些责任赖给人。那你不用玩啊，你还要将应该属于你的责任你不接受，你赖给人，你是一个什么的性格，是一个什么的 spirit？ 那个肯定跟圣灵无关啊，但那个甚至有时候超出那个人自己的灵添。已经是邪灵来的了。不是我不会被邪灵的，自己呃自己，你根本有这样的性格，而你那个性格明明不是你信主的时候有的。你还不知道，你还要在保护这邪灵。很多人就这样保护这种性格，保护这种自己的罪，那变了没得翻身，很多事就在信仰上没得翻身。因为他明明神让我们有一生之年，其实是让我们的性格不断优越化。但是有些人呢，他的有生之年呢，他让他的性格是恶化，然后他觉得都没问题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慢慢已经不强调生命，强调生活。因为他觉得啊，明白吗？即是如果我自己要承担我的责任，我很多这些我要我改啊，生活怎么过啊，他们会经常想着生活怎么过。于是乎他们就装架咯，推卸咯，都是为了生活而已，他们是不是？但问题他就没了生命，是不是？这个典型你会看到宗教家、法利赛人和很多普通人都会这样做，但是你会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极之不欣赏这些人，因为那些人枉费了一生。这个就是我觉得信主很多年的人始终都是不强调性格，始终强调生活，就是最尾那个结局。所以现在我只是提到，就是说你见到了我讲的阔度呢，其实就是这样引发。咁所以，既然你能够做到咁嘅阔度咧，其实系你有指定嘅面容、讲嘢声音同埋态度，甚至连讲笑咧，你都要拣过嚟讲。咁呢个就系因为点解啊？因为如我所讲，原来系咁阔嘅，但系好多时好多人唔会考虑嗰啲种去杀啊。咁所以咧，你能够想象，就算俾一亿年去，佢都好贫瘠噶啦，就好似棵植物咁样，佢能够翻嚟嘅百倍嚟嚟去都系病。得医治，唔通嗰一亿年要你病一亿次，然后医翻自己一亿次咩？明唔明啊？即系话佢唔会精彩咯，因为佢唔系多姿多彩咧。人生其实系多姿多彩嘅，你使人多姿多彩，又或者甚至你喺杀种上面多姿多彩，其实你收翻十万倍嘅话咧，咁啊真系都要几多亿年先至吓叹得晒咁多呢啲。呢个唔系在世上有嘅安舒嗰种重要。而在这个世上你杀出几多安舒给人，这个不是世上你拥有几多平安去算，而是你懂得为人地制造几多平安先至是最重要。咁而家你就明白点解条数应该咁计啦，就是所以变咗喺呢个世界上面，其实咁多困境、咁多苦难、咁多缺乏，其实是好㗎喎，因为俾你满足佢㗎嘛。而并且仲有好多时候你发觉唔公平嘅，其实是最公平㗎喎。譬如好似捧一个人咧，
哇，佢发明咗一个嘅互联网络里边个好好嘅 program， 系咪？哦，但系俾人偷咗，走去攞咗版权。佢冇喺呢个 program 当中，明明呢个 program 祝福好多人啊，可以赚到好多钱啊，但佢一毫子攞唔到。但系佢系基督徒，佢呢件事饶恕咗呢个人，饶恕呢件事。但系呢啲永恒里边咧，其实嗰个人帮咗佢。如果做咗出嚟，依按住即系呢个版权法例，会赚好多钱。咁佢嘅奖励就已经喺嗰度，明明系可以祝福段亿人计，而呢段亿人计咧，一成就成一百倍，免费啊嘛。但系佢赚唔到钱，俾人偷咗拎再赚钱。如果佢自己拎佢赚钱，佢嘅奖赏就喺嗰度，系嘛？我都知啊，譬如好似 Hillsong 嘅 Dylan， 佢一只歌攞紧过百万嘅蛋税，个个都好戥佢开心啊，系咪？呢种叫死梗。你知唔知啊？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八节，能与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专一爱神，无论乐福与祸困，我愿存活，为要救失丧灵魂，将心献尘，求可倾出这赤心，顺服真理，请主再度引。专一爱神，无论乐福与祸困，我愿存活，为要救失丧灵魂，将心献尘，求可倾出这赤心，顺服真理，请主再度引。带着诚恳分享救赎厚恩，不计付出，只盼没遗憾，赞颂神恩，不管有穷途劳困，甘心决意要应奉这生，又像恶运。